大学假期啱你。九光双晶博物馆是由广东省九光酒厂有限公司主持建设的企业文化博物馆，展示风格和展品陈列都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馆里面有古代的酒铺、戏台、酒坊和码头等历史场景的逼真模型，同时设有九光镇历史文化长廊、九光双晶酿造、传统工艺等展示区。博物馆展示了九光酒厂与时俱进、开拓向前、锲而不舍的企业精神，是九光酒厂深厚的企业文化的美好缩影。参观李小龙故居，乘坐祠堂显得宽敞整洁而有肃穆之气，布置了李小龙生平的很多相片，令你了解一代宗师的生平事迹。九光醉鸡醉鱼宴采用各式米酒制造而成，糯米酒炖鱼头，以糯米酒炖鱼头，鱼头腥味全无，只留鱼香和酒香，火焰明虾，虾肉口感鲜嫩，腥味已经被酒燃烧的时候去除了，只留下虾肉的鲜味和酒香。酒香排骨糯米饭，这道菜妙在选料，排骨是用自家农场出产的酒糟猪，三杯鸡，鸡肉是寻常人家最普通的美味，加入双蒸文火炆，让营养物质充分释放出来，滋补养心。电话62844992，你仲可以登录www.biglinee.hk 查询更多旅行团，或者关注大韩微信享受最新旅游资讯。安装大韩 S， 随时随地报名出发。